常常看羽毛球比赛的你们，有没有好奇过，在国际比赛历史上用时最短的一场比赛会是多少分钟呢？你们知道谁是拿过最多奥运奖牌的羽毛球选手吗？那我们话不多说，一起来揭晓羽坛的十大之最。在国际羽毛球比赛历史上最快的杀球记录是时速426公里，这是由1988年出生的丹麦男双选手 Colin 所创下的。他和他的搭档 Peterson 的生涯最高世界排名曾经来到了第五位，不过他们两位现在都已经退役了。在2017年1月10日的印度羽毛球超级联赛上，原本爆发力十足再加上身高高达205公分的 Colin 就这样子从大概二楼往下杀出这吓死人不偿命的时速426公里的杀球，看着都替地板觉得疼啊！这也一举打破了李宗伟保持的时速417公里的世界纪录，并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可。这边也另外跟大家再分享一下，其实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下还有更快的杀球纪录，那就是马来西亚男双名将陈文宏所杀出的时速493公里的速度。不过这不是在国际比赛中杀出的，而是在2013年的时候，他与好友李宗伟一起受邀参加 UNEX 在日本崎玉县的一个新球拍测试活动，陈文宏当时就杀出了这493公里的惊人速度。可以想象一下，每秒136米的速度是有多快，这是比日本最快的子弹列车还快的速度啊。在国际比赛中打得最久的一场比赛是一场女双比赛，总共打了整整2小时又41分钟。这场比赛是在2016年的武汉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女双半决赛，日本组合福岸尚子与游胡桃用了2小时41分钟，以13比21、21比19、24比22击败了印尼组合 Poly Maheswari， 成功拿到了一张决赛入场券的同时，他们也创造了国际羽毛球比赛用时最长的纪录。这两组女双真的是展现了永不放弃、女球必争的拼搏精神，实在是太令人敬佩了。那么你们知道一场比赛能够多快就打完吗？历史上的这场耗时最短的比赛发生在1996年在香港举办的 U8 杯赛事，不过当时的赛制还是11分制。在那场比赛中，韩国选手罗景明快刀斩乱麻，以11比2和11比1的比分根本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，仅仅花了6分钟就迅速的击败了英格兰选手 Julia Mann。那你们应该会猜得到这个最多拍记录会是来自哪一项比赛吧？是的，就是女双比赛。这是发生在2015年丹麦公开赛第二轮，香港的谢盈雪、潘乐恩对阵日本组合福岸尚子与游胡桃的一场比赛。香港组合在第一局先以21比15拿下，在第二局日本组合领先到17比15的时候，双方球来球往，既攻不下对手也守得住对方的回球，互不相让，足足打了4分又35秒，总共来回了255拍，刷新了羽毛球最长来回的世界纪录。我们只是看着都觉得很累啊，实在是不得不佩服他们的体力与毅力。在18岁的这个年纪，大多数的我们也许还在想着吃喝玩乐，对未来感到迷茫吧，但他却已经是世界冠军了，他就是泰国天才少女 Ratchanong Intanon。其实早在他14岁的时候已经夺下了世界青年冠军，也创下了史上最年轻的世青赛冠军的纪录。在2013年的世锦赛大决赛的时候， Ratchanong 以22比20、18比21、21比14击败了当时世界第一的李雪芮，以年仅18岁的年纪获得了世锦赛冠军，是目前为止最年轻世界冠军的纪录保持者。截至目前为止，在荣誉榜上历史上获得最多次世锦赛冠军头衔的选手有3位，他们都获得了总共5面的世锦赛金牌。这其中当然少不了羽坛天王超级丹林丹，他分别在2006、2007、2009、2011、2013年获得了世锦赛男单冠军的殊荣。照这样的情况来看，
他保持着巅峰无敌的状态至少八年以上，这个实在是太了不起了。第二位是赵云蕾，他先是在2011年世锦赛夺得混双冠军，此后又在2014-2015年的世锦赛先后夺得了混双和女双项目的冠军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双打奇才。最后还有一位大家也许料想不到，对他的熟悉度只停留在日本国家队教练的这个身份，没错，他就是韩国的前双打天才朴柱凤。他在1985年世锦赛上便获得了男双和混双的金牌，在1989年的世锦赛上夺得了混双金牌，最后又在1991年再一次夺得了男双和混双的金牌。也许有些人不晓得这对组合曾经在1997年到2004年叱咤风云一段时间的韩国传奇混双组合金东文和罗景明，他们拥有着71场连胜的不败纪录，这项纪录至今在羽坛历史排行榜上仍然稳坐榜首。他们当时从2003年4月开始一直到2004年8月的这一年四个月中堪称无敌，从未输过任何一场比赛，连续拿下了14个国际大赛冠军，展现了他们十分强大的统治力，这个超狂纪录实在是令后人望尘莫及。历史上获得最多奥运奖牌的选手是中国的高林，总共有4面的奥运奖牌，也许大家对他不是太熟悉，但是在2000年到2007年间他可说是叱咤风云，囊括了无数个女双和混双冠军。在2000年的奥运会上，他和他的搭档张军获得了混双金牌，也在女双项目上同时也夺得了铜牌。而时隔四年后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，他不止再次夺得了混双奥运金牌，也同时夺得了女双银牌，让他在羽球生涯中拥有着奥运二金一银一铜的光辉纪录，至今为止还未有人能够打破。世界羽坛有一种精神叫做李宗伟，虽然他从未获得任何世界冠军、奥运金牌，但是他却能一直保持着惊人的毅力，不屈不挠的奋斗，保持了总共348周的世界第一。这个辉煌战绩也是五个羽毛球单项中最长的。其中，从2008年8月一直到2012年6月的这4年内，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世界第一的位置。这项惊人的成就可说是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。他也是羽坛中获得最多国际赛冠军的选手，总共69个冠军，其中包括了46个世界羽联超级赛冠军，所以也有了超级赛之王的这个称号。相信很多人知道2019年对于日本球王桃田贤斗来说算是一个超级丰收年吧。在2019年的这个赛季中，桃田贤斗便拿到了11站的国际巡回赛的冠军，而且大部分都是相当高级别的赛事，这些冠军的含金量不是普通的高，这个成绩也超过了李宗伟在2010年的10冠纪录，成为男单项目中史上单个赛季中最多的冠军获得者，成功缔造了历史，这项纪录也被载入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。羽毛球历史上有着许多令人惊叹的世界纪录，有些纪录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会被超越，但有些纪录我看则是永远都无法被超越了。那么这十大纪录里面你们答对了几个呢？也请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谢谢你们看完这支影片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请你点个赞，我们下次再见哦。